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另外，本频道的会员机制已经开始，最低只要15块就可以帮偷主播加菜，用 PC 版进入我的频道首页就可以加入咯。各位观众，圣诞节已经到了 ，Merry Christmas！ 圣诞老公公准备要来了。有人说，为什么日服二周年偷主播没有做这个抽卡影片？因为很简单，免费送的10抽我已经通通毕业了，所以直到今天，虽然说免费十抽还有2天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稍微消一下业障，我们今天就来把我们的圣诞双 PU 拼出来。我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但在这之前，该有的仪式感还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的礼包呢，二周年已经结束了，我还没买。我们这边二话不说 ，face check。靠腰，干你啊！没有捕捉到那个画面。有了有了，来，礼包 B，face check， 10000多日币，直接给他下去，36805颗石头，没有问题的。圣诞节，虽然我的目标是新年啊，新年的魔女才是我近期最大的目标，不过没有关系，今天就来小试身手一下，免费10连，出发。嗯，怎么是 19？ 不过没关系， 19 是一定有跳台的。没错，看到没有？稍微往左一点，没错，带走。哈，补洞。我跟你讲，退学有那个有寄信给我，你们现在在赌的这个赌博，这个睾丸点数 ID 笋干爆炸，它有890万。干890万真的很扯哎，干真的是赌神哎，好离谱哦！来，再来一个跳台，我们十连就给他出2只5星。好，做人不要太骄傲。来第二个十连，给他出发。哎呦，很精哦！来了，是你吗？哎呦，这个角度很可以哎。撞到了，是你吗？对哦，干，我不信，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五星赌，我不赌几抽了，那个几抽等一下代抽的时候再赌，我现在就是一个一个五星跟他赌，啊，出发，再给我一个跳台，我还有很多金色的球，新之地，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稍微用一下单抽券，3金，跳台来下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紧张，不紧张，第40抽。跳台来一下，哎呦，这个节奏怪怪的哦。第50抽，差不多吧，20抽一个跳台，我们现在两个跳台，这里要来了吧？这里要来了吧？啊？59，不可能啊！大家不要放弃。单抽券有这么没料的吗？哇操！干这单抽券，哈哈，干全是垃圾啊！来，这我们这边刚好凑第60，来这一次不会被剪掉了吧？50/10，来单抽，给他一个跳台出。危险，很危险！干，我是不是开台抽我自己人就很衰啊？干，有魔兽是不是啊？干，我是不是要去陪戳主播啦？不可能吧？来吧，来来来，左边啊，完美的弧线啊！Oh no！干第80抽，
昨天美股血流成河啊，不该这个还要这样对我吧？哎呀，毫不犹豫按下第90抽，哎，我这样跳台是不是偏少啊？来了，可以撞到，是你吧？来啦！Merry Christmas！ 胜利啦，蓝蓝吧！太舒服啦！哦，还有 bonus！ 哇靠！难道说魔眼你来了？太强了，偷主播 ！My God！Christmas你们看，衣装を新調してみた。太快了。没有开赌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原本只打算抽一只，另外一只要用紧的。我碎片太多了，但我没想到它来得太快，太舒服啦！我们这样多少？90抽，那只好按照我们的惯例啦。来，这个异色瞳魔眼，来升级后的例会。Merry Christmas！ 为什么他讲的话这么像一个渣男会讲的话？而且这到底哪里有圣诞哦？旁边有个圣诞树，他是在阳台是不是啊？看，真正的天台角色来了。再来是我们的兔子，一秒升级，噔噔！やっと自分のクリスマスがわかりました。他拿的是什么啊？哦，他在做饼干哦，原来是圣诞厨娘。他这个服装。正面真的是有点心机耶，哇，他这个他这里是透的啊，还有今天的 bonus 啊，我们这个打雷龙，大雷龙很帅，他这个是我喜欢的那个画风感。俺はお前たちを利用する。跟这个海服玩家未来试一下，这个未来试是很久以后的未来试，这只就是迅雷的能力者，简称大雷龙。就完全是一个输出，简单暴力，没错啦，各位，我们圣诞节也顺利过关啦，接下来就是新年啦，我好期待啊，新年再见啦！哎哎哎，呜 ，We will blah blah， 哇哇啊！